형님이다. 어디? 응. 오빠 선 엄마. 除了我还有见过韩国学生没有。老师印象中我是什么样的学生？因为会听我们心里的话。여러분오늘은제가小寨育才中学，我之前在小寨上三年。上三年，对，然后我今天就去见那个我们什么班主任了。班主任，선생님은미리연락을해가지고중학교때선생님은지금만나러가려고합니다근데여기마침여기꽃집이있는데여기에서우리를알아보셔가지고오빠기다린다우리김건왔어어꽃집구경하자근데되게오랜만에오지않았냐어기억하시고뭐라고물어보고记得我们吗？记得，记得你妈妈，你变化了。我长大了，因为我30了，29，当时16岁。你应该知道这地方吧？我们没有来的那么多次，但是你们在里面抓住而过了。对对对，哇，你多久？14年。那应该就我当时在这里。对，我特别。근데우리약속했어뭐우리아홉시반에여기오기로했어왜아니요사장님딸이저한국사람을너무보여주고싶어아니요선생님드리려고지금꽃을샀습니다와好漂亮啊꽃선생님한테드릴꽃도하나사가지고선생님만나러가고있습니다漂亮快到了진짜더워오늘덥다你听懂韩语吗听不懂我知道我知道是韩语你怎么知道我们热我说热你胡说的吧왜이렇게덥다고한국어로얘기했는데시시와보여어똑같아맞아오빠오빠학교이렇게생겼었다좀이따가선생님이랑같이학교를한번들어가봐야겠다선생님이다어디오빠선엄마선생님여기계셔와선생님바로여기계셨구나아안녕어마마어언니혹시기억나요기억나요엄마엄마나는기억나요老师学生是学生是我们班的学生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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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너무그나도얼굴똑같대아진짜완전있어선생님똑같아어선생님이어나이가어머니야老师当时是30多一点吧当我们班主任我再来点长江二老啊好嗯炒菜啊你说你要吃炒菜吗那啊那您这一天得一直是各种面是吧对不是现在里面学校还是一样的样子变了我一会儿再哦可以进去吧可以进去。从那边走，对。你去宣传一圈。对啊。我们多一些国际友人。现在有韩国学生吗？没有啊。除了我，还有见过韩国学生。没有。啊，그러면애들은애들도컸겠다여러분老师孩子多大了？我孩子高一，是老大，然后又要了一个，小的5岁。多大了，小的？哇，一个快16厉害了。哎呀，不行了！啊，有个荣誉的，大概还是打了一点点。老师，这10几年了，11年、12年，我08年9月份在这里开始上学。对，我是3年，是09年带的你，对吧？从初二。对，从初二的就。2年，对吧？对对。古巴毕业谈这3年的선생님이주구나你知道老师当时很辛苦，我们班特长生班老师真的很辛苦，都不听话，都比较个性。老师印象中我是什么样的学生？因为会听我们心里的话，你是个乖孩子。乖孩子吗？没两个。那差点。这个年龄段是应该有的性格和表现，哦，还是乖。啊，是吧？是的，整体可以的，是很努力。对啊，我当时中考考得很好的。是啊。啊。선생님이수학선생님이었어他数学。我数学很差。我觉得数学还是可以。就我跟你说，因为阅读上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深入，因为语言的问题。선생님다기억하네。对。你没法管着。对对对对。是吧？嗯。因为是初中才过来。对。或者是小学过来。可能会好一点。妹妹是可以。对，妹妹学习当时也很好。是是是，我当时就这么说了。아니咱们孩子吧，该吃面了。
좀 나이가 드신 선생님이 계셨거든. 妈妈记得老师办公室里面有其他老师。对，因为有个编老师对吧？年纪大一点。哦，编老师。编老师没有啥变化，还是那样。妈妈一直记得直直的那种，然后。哈哈哈哈哈哈！特别的严厉，对，而且特别的能说。对。你当时走的时候有带过吗？没有，我那时候只有百度。多么多么多么，确实很久了。哇！哎呦，我的天，这是什么梦啊？华总，这是黑鱼吗？这是江环，江环。老师怎么都记得？都过十年。你要给你们当过班主任，不当班主任的印象就比较淡，当过班主任就记得可深了。我觉得你的故事比较多。哈哈哈哈哈！我觉得老师真的很辛苦，我在那里面上学还是挺乖的。是的。老师，我妈妈付过了。还是晚了一波。啊，晚了一波。哎，现在你都说没得，我今天还有课吗？我没有课。哎呦，끝났대。哇，드디어학교로들어간다。你好，哇，哇，之前不是这样，对，以前不是这个样子。这是我办公室。哦，好，好，好。사무실에서안돼。어사무실여기인가봐여기선생님이뭐하는게있는데부서가있는데거기에선생님혼자있대그래서이제거기에들어가있었어요吃那个这饼干啊，礼物。随便吃。我们本来那边想给你买点很好的东西，但是住了。对。妈妈说，啊，옛날에저거없었거든。嗯。그래서이름을지어줘야겠어겉에가많이좋아졌어유리가없었어엄마유리가없었는데샹이너对没有没有玻璃。哦，有个手，怕有个三层。哦，我都忘了别的老师是谁，我只知道王岳老师之外，真的谁都记不住。真的是，我也是下功夫了才让你记住。啊，后面都是书柜。那个三不烂的建筑物，哇，白做的大哥。我以前我记得就是，第二节课结束后不是去那个操场啊，或者这个那个体操嘛，我们那几个学生不想做，就是藏在那个厕所里。然后老师说：“你们在哪里？赶紧出来！”老师，我们走吧。好，老师拜拜。老师拜拜。啊。好，拜拜。好，선생님이아까여기내가찾아왔다니까되게감동받았대자기찾아와서엄마가옛날에있잖아내가맨날학교끝나면애들이랑여기앉아서놀았었거든근데이게그대로있다애들이랑맨날저녁먹기전에여기앉아서집가게되면앉아서놀고그랬었는데그대로있네이게옛날에는여기서짜모이런거팔고그랬었는데지금은이제다이제바뀌었네어선생님이선물도줬어어엄마선생님이엄마한테어무슨콜라겐몰라콜라겐먹는거줬어근데선생님이있잖아 내가생각한것보다나에대해서너무많이기억을하고있어서너무신기했어아내가뭐이런게엄청많아졌다이런거옛날에하나도없었는데뭐저기싸이거를꼭가라그러더라고저기건너가자우리뭐만지치엔주시바산슌여기야여기잖아그날이맞아어여기잖아아여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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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나여기나심장이크네우리삼순이여기서내려왔잖아이거오늘다지나가면서삼순이가여기대각선은이렇게박스가두개있었고처음에이렇게지나갈때는강아지가여러마리있었어마지막두마리밖에안남은거야 엄마가사제어근데엄마가갑자기데리고갔어우리앞놈인지순놈인지도모르는거같아 심지어오빠가흥정도했어그랬어어할아버지가100원불렀는데오빠가딱절반에불렀어우시야어그랬더니할아버지 그래서얼마에샀지그래서60원 그래서60원에샀어 내가 60원 아내가흥정도했어
왜냐면 무조건 옛날에는 흥정했거든. 옛날에 꼭 흥정했지. 꼭 절반부터 맛있... 부르고 시작해야 돼. 여기 오니까 삼성이 보고 싶다. 가자. 여기를 가라 그랬어 선생님이. 싸가 싸이거. 여기가 요즘 시안에서 제일 핫한 쇼핑몰이래. 오. 오늘도 평일 낮에 그니까. 엄마 이게 바로 6층으로 올라가는 엘리베이터인가 봐. 엄청 길어. 타자 이거. 우리 저거 타보자. 신기하다. 가자. 와 근데 진짜 멀리 올라가. 뒤에 끝이 아니었어. 短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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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나 무서워하지마. 정말 뭐야 얘네? 왜 여기 갔다 왔어? 근데 요리 왜 갔다 왔을까 여기에? 아 근데 여기 되게 무슨 놀이동산 온 것 같다? 그치? 샤워자리가 정말 샤워자리가 엄청 많이 변하고 섬생 6교 찾았잖아. 그거만 됐어. 섬생 6교도 왔지. 학교 봤지. 여기 사이거 새로 생긴 데 왔지. 어쨌든 우리 샤워자리 다 돈. 자 이제는 저희는 또 우리가 제일 좋아했던 중국 음식 베이징 가오야 가오야를 먹으러 갈 겁니다. 가보겠습니다. 그럼 샤워자리 영상은 여기까지. 여기서 지금 우리 10년 만에 다시 와가지고 지나가다가 수수 认出来了我们